我々出在している県からモーパニン S 基地まではその距離はおよそ 6.3 キロです。今の状況だとせめて一小隊を沿線で警備させる、すべての工事でこの三つ竹と片武器を用意し防衛を固めろ。八郎がおこき出せば即殲滅するのだ。すべての邪魔を排除する。その計画のことお前ら分かったか？这件事啊，以后一定要注意。下一步的作战部署，都明白了吧？大队长，分区的作战指令到了。啊，先去忙。是。刘队员。天亮，我都离开连队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一口一个指导员呢？我这不习惯了吗？来，坐坐。我已经听说了啊，你这个武工队长经常带着人家去县城，搅得小鬼子不得安宁。了不起啊！哎，吃。大队长，过奖了。我这次来是来传达分区命令的。我们收到消息，鬼子要再次运送一批工程人员和设备到磨盘岭。那太好了。哎，那咱俩赶紧制定一套行动方案，再上报给分区首长。哎，海涛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要去趟榆树镇，了解一下敌人的行动路线、时间，还有护送兵力的情况。好，那咱们俩就先把情况初步的碰一下。嗯。
ついてはまた何も。麻生少佐、梁天寿と他の抵抗分子を消滅させなかったのはなぜなんだ。今回のことを君にがっかりだ。はい。逃げた連城をそのままにしてはならん。必ず消滅しろ。はい。李队长、吴会长，你们怎么样？回中佐，皇协军中队第三小队一直协助石原少佐维护榆树镇的治安。第一、第二小队奉中佐阁下之命，已经整装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回太君的话，奉太君的命令，我们维持会协助麻生太君清剿了抵抗分子，除掉了刘赖子，又发现了杨天柱等人的迹象。不久，我们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卢萨，现在是 A 次工程施工的重要阶段，招募劳工的事情进展怎么样？回太君的话，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：自榆树镇建立无人区以来，绝大多数的壮劳力都给太君修炮楼、修据点了，有的进山伐木、采石。这一时吧，哈。雷神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。我现在决定再给你15天的时间，再招募300人。是，太君，您说多少，就是多少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么就请大家去准备吧。好嘞。进来。队长，田柱他们来了，弄点药。表哥，枪子跟炸雷也没剩啥了。我尽量给你们想办法。最近在哪儿落脚呢？在柳树沟不远的一个窑里，矿工里边出了个畜生，把咱们都给害了。这事我都知道，是吴胖子手下干的。我之前想给你们提前送消息，派人找了2趟也没有找到你们。是，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跟大兴商量了，心里还是没着落。想问问你，给指条道。上次大兴来跟我说过，你们跟八路军打过照面。不光打过照面，要不是八路军出手相救，我今天就不能活着站在这儿。那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敢跟鬼子干是好样的，说欢迎入伙。往后还想不想接着跟鬼子干？大哥，我们活着就为了宰这帮畜生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加入八路军？大兴哥也提过，可是我们咋说我们也不太明白啊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就想把榆树镇这帮小鬼子都灭了，没想入他们的伙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第一，八路军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；第二，你们这么单打独斗，不光撑不了气候，时间长了也会很危险。大哥，我们信你的，你要是说八路军好，我们马上就入他的伙。兄弟，不是入伙，是参加，是加入人家。据我的了解，
八路军队伍里边绝大多数的战士都是穷苦百姓，你们现在也算是有经验的准战士了，他们一定会欢迎你们的。哎哥，你宰了那么多鬼子，说不定去了还给你封个大官呢。你瞎扯啥呀，咱们去入伙也不是为了要官，咱是为了跟八路一起把榆树镇这帮畜生灭了，把他们从咱地盘赶出去。你田中哥说的对。对，那大哥，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啊。是啊，这事你们可以去问常小姐。哦，我姐，她不可能知道，她爹是那。又胡咧咧，你天主哥改了，又轮到你了是吧？大哥，我这次来想见一下常慧美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能让小鬼子抓走。我一直……你啥也别说了，哥心里都明白。这一路走过来啊，我是一点一点的看着你的成长，你确实比以前成熟了不少。你喜欢人家常小姐，人家对你，对你们哥几个咋样，你比谁心里都明白。咱哥的现在要叮嘱你几句，你给我听好了啊。哎，你的性子还得给我再收一收。杀小鬼子报仇，这是必须的，但是对于关心你的人和你关心的人，你更得保护好人家，这才是一个男人的担当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哎，现在有这么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老杨沟，老杨沟的两边呢地势比较陡，我们很容易能够居高临下的打击敌人。嗯，不过有一点，老杨沟距离磨盘岭的日军据点不足5公里。一旦战斗打响，日军的援兵可能很快就会到，我们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，而且日军很有可能对我们形成夹击之势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柳树沟的杨尾口，杨尾口位于柳树沟的中部，公路是从沟底下直接穿过的，两边的地势比较平坦，这样呢，日军很容易机动突围。那榆树镇和磨盘岭大概离此地有多远？哦，这个杨尾口啊，离这个榆树镇大概是40公里，离磨盘岭也有大概30公里，所以敌方啊不会很快支援到。哦，是这样。是啊，我们不但要确保顺利完成任务，还要能及时的撤出战场啊。大队长、连长，你们看啊，我准备在沟内公路的两头和中间，还有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埋雷。战斗打响后，我先引爆沟前沟后的地雷，堵住他们的车队，然后再给他们来个中间开花。等你们发起攻击后，敌人一定会反抗突围，那时候啊，我的铁西瓜等着他们呢。好，我看可以。方队长，你是什么意见？就这么办，到时候就是看我们爆破大王显威风的时候了啊！好。哎，海涛，那你带雷排长去看一下周边地形。好，好，走，雷排长。好，走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出去吧你！宋荣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回去吧。回？你啥意思啊？你知道上次小姐回来之后有多伤心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特意给她赔不是来了。你现在进去啊，只会火上浇油。这样吧，等我找一个合适的当口，你再去见小姐。苏荣，你得让我进去，我有急事跟你们家小姐说，而且我们进趟城真的不容易。我这是为你好。你没事吧，翠红？不，让开！翠红，翠红，我哥真是来赔不是的啊！我求求你了，你……哎呀，你傻不傻你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给我滚！我
我要是不把话说完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惠美，我知道你是啥心思。当时那种情形下，我没法跟你说太多。我知道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你。你还知道没有人这么对过我呀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，表哥，好像吵起来了，你进去劝劝。那个，我跟你们去准备一下手雷和药品啊。你让小鬼子绑了，我都疯了！我带着绳子，他打小鬼子什么了？要钱就不要再说，不要再说了！我才走了，我不想听。天珠，你跟我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刘小凤已经死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这么一说，刘家兄妹还挺悲壮的。当时那种情形下，我也没法跟你说呀。后来你让日本人抓走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所以这回我进城，让英杰大哥带我来见你。我知道你没事儿，我就踏实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刘晓峰还挺仗义的。是我错怪你们了。他们兄妹俩都不是孬种。惠美，英杰大哥跟我说，说你认识八路军。对啊，我不但认识，我还想介绍你给他们认识呢。真的？嗯。惠美，那你跟我说说呗，八路军到底是咋回事？别人跟我说我不信。但你跟我说，我信。八路军啊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，他们专门打鬼子，保护百姓的。我跟刘赖子在一块的时候，要不是八路军出手相救，我都活不了现在。而且我是亲眼看见八路军打小鬼子，那是真玩命了。在哪儿才能找着他们呀？你放心吧，我帮你联系好，你就投奔他们。行。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柳树沟。过得还好吗？缺什么跟我说。啥也不缺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你要是没事儿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我得赶紧回去了，有几个兄弟受了重伤，正等着药呢。英杰大哥已经给备好了，我走了。天柱哥。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的话，可得算数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走了。
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在心里，遇事不能莽撞，多动动脑子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大哥，放心吧。手榴弹和药品都在那袋子里边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哎，我让叔哥送你们出城。好嘞。见过这么大的小米，炸雷，拿着。站住！哎，放心，兄弟几个吃完药过来问就好了。好。哎，表哥咋说呀？啊，你表哥说了，让咱们去找八路。太好了，我这阵子心里正合计这事儿呢。你看看，你跟我想的一样。你们记不记得，上回是人八路军给咱救了，可是后来咱找不着了。哎，表哥没说咋找八路军啊？没说。但他说了，惠美认识。惠美说了，一有消息，马上通知咱们。这他咋认识啊？没说。哎，我可听说了啊。共产党八路军是专门保护咱的队伍，是专门杀小鬼子的。我也听说过。你们想想啊，八路军每次打小鬼子，那一点都不含糊。那咱们真要参加了八路，八路军就能帮着咱们杀小鬼子，帮咱报仇。就是不知道八路军能不能要咱们。我带兄弟们溜下，你走，叔哥。
还是你走。队长，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你走。一小队留下，二小队掩护队长撤退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放心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别开枪，快走。救救，救救我哥！救救我哥！求求你，赶紧把他扛走，那些人跟着。走，走。